这几天由于旺盛的西南气流，让台东到处都刮起了强风，处处也是阵雨不断。在强风及雨势的双重因素影响下，以至于让各地来到鹿野的游客无法一睹热气球的风采。可是除了热气球之外，如果来到鹿野高台，你有另外一个新选择，就是放风筝。像今天不适合做热气球怎么办？那今天有风筝，那我们就放风筝就可以了。那如果在转圈圈的时候，就一样放线，不要硬拉，硬拉绝对掉下来了。好，在上面啦。还不错，蛮赞的。哎呦喂！琳琅满目、各种造型的风筝最适合在广阔的空域里放飞。这只风筝又称下山虎，总长度长达6公尺。如果不是风筝高手，想要让它遨游在天空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随着风势的转变，及时的放线与收线，才能避免风筝坠地的情况发生。这个算起来还算中型的，还不算大型的，6米多。欢迎各位民众也来鹿野高台，来体会放风筝的乐趣，耶！哟呼！放到这么大风筝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那是我更想坐的气球。因为天气不佳，所以早上就没有坐到。第一次体验，还蛮开心的。你有看到喵喵在飞翔吗？原来乌云密布的天空随着云层渐渐散去，湛蓝的天空搭配上五颜六色的风筝，是不是给你一种清新舒畅的快意感受呢？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放风筝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就在放了。对啊。现在这个时间可以给小朋友自己做 DIY 放风筝。在这里，你也可以自己 DIY 风筝的造型，发挥画画的创意，设计出属于您独特风格的创意风筝。东台新闻张家维鹿野报道。